曾家恩、董碧珠、廖彩彤。Dan saya hormati saudara Brahma. Salam sejahtera. Beliau ialah Taiman ialah sama adalah Katolik. Rumah Nantri BNB Hadrigo. Ibu Abi Syugu. Ya Rumah Bawu. Kewai Mak Oda. Siungti Men, Jemi Men. Kewai Siang Sing Fulau. Dajia Wan Siang. Oh! Malaysia. Siga Hen Hau De Bo Jian. Dan Si.我们有一个很烂的政府，我们不用换国家，不要学人家把自己的国家移民换掉，我们只要在明年的全国大选，一人一票，把好的国家救回来，把烂的政府换掉，马来西亚就可以浴火重生，改朝换代，告别腐败，大家一起努力。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的国家首相纳吉杜拉萨进来很出名，香港的亚洲金融刚刚选了整个亚洲不是最好，是最烂的财政部长，有印尼的，有邦格拉的，国家的财政部长都在挑选。香港人评论了这所有国家的经济，他们的货币的表现，达到一个结论：2016年全亚洲最烂的财政部长就是马来西亚的赖希杜莱强。不止我们的财政部长烂，我们每一天早上忙，晚上忙，忙什么？忙着赚钱，对不对？赚钱要赚得值得。可是我们的马币整天好像吃了泻药一样，从2014年、2015到2016，马币已经成为整个亚洲表现最烂、最差的货币。根据我们中央银行副总裁丹斯利林希彦，丹斯利林希彦说，马来西亚的货币过去的3年里面掉了61.88%。换句话说，如果你在2013年大选放100000定期存款在银行，贬值了61.88%，你只是剩下100000，剩下39000，61000都不见了。不是人家偷抢你的钱，不是银行偷偷转动你的钱，是因为马币整个马币贬值，使得我们的钱某丁丁不见。为什么会贬值？因为我们国家出了一个贼。如果今天你家里进贼，八宝金不见我，八宝金碗有贼，你是不是又报警又录口供又抓又打啊？如果是官单还打到半死躺在地上，对不对？家里进贼，不过偷了你2条提裤一条奶罩，你都打到半死，对吗？今天国家进贼哦，而且不是偷少少哦，不是偷1000万，不是偷10000，不是偷10万，不是偷100万，不是偷1000万，不是偷1亿，不是偷10亿，不是偷100亿，超过280亿啊！人家偷这么多我们的钱，然后这个洞这么大，就要填回去嘛，对不对？怎么填呢？怎么填呢？就来跟你抽万万岁。国政很好睡，你晚上就不能睡啊！我们要给门牌税、土地税、所得税啊！现在还要来一个消费税啊！消费税，人家新加坡刚刚实行才3%-8%，日本才3%-8%，马来西亚是6%-8%，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玻璃，怕你们死得不够快，所以抽多一点啊！你们不能睡，阿金哥很好睡。抽消费税原本是拿来抽来做什么？抽来要发展国家，对不对？建学校、建医院啊，建大学、建道路啊。可是这些钱有没有来发展国家？没有。这些钱一年抽了多少钱？一年跟我们抽390亿。过去在市场上的游资，全部给阿基哥领导的政府，全部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拿来做什么？拿来帮国政填洞，因为那个洞太大了，所以
抽了人民的钱，吸了你的血，每天就在那边舔痛，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小学的时候都有听到，有一个国王，有一个国王，他一路来都是横征暴敛，苛政猛于，很多人民都不喜欢他，但是他身边有很多太监，也有很多奸臣，哦，每天在那边偶露一个面，哦啊哦啊，阿弥陀佛，哦啊，对不对？所以那国王呢，有一点他就很爱美，明明那身材好像沈殿霞，但是要穿的好像林志玲，明明呢，哦，人是矮矮，要扮到像高高，就要找裁缝做到他的衣服漂漂亮。那么明知不能够出得见不得光，也要做。那么但是他身边很多太监，就把他请了一个裁缝，左缝右缝。上头下脑，就做了一套新衣给他穿，啊，这个太监也很厉害，啊，就跟国王说，你出去街上，人家看你的新衣美不美，啊，然后他就买通所有在街上的人，每个人给钱，好像马爹讲的点个大，跟新的大说话，啊，每一个人告诉他们，等下国王出来，你们就要跟他讲，哇，碎哦，夜沙碎哦，很美啊，很好看，对不对？那么国王就走，国王听这个太监的话，就穿了一条皮裤，而且还是 Superman 穿的，有一个 S 的，没有穿衣服。那个太监就帮他穿好假的衣，事实上是没有穿的。他终于出来走的时候，哇，每个人拿了钱，对不对？每个人收了钱，看到那国王出来的时候，哇，万岁万岁万万岁！哇，他就点了红红的，哇，走路讲走。鸡没有烂啊，可是大家都知道，国王的新衣是假的，国王的新衣是骗人的，国王的新衣是老千做出来的，对不对？对吗？今天的马来西亚就是拿金哥穿的就是国王的新衣，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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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马来西亚行情最好，这个就是国王的心意，自己骗自己。我们今天马来西亚市场叫苦连天，很多城镇房地产紧绷到了边崩溃的地步。我刚刚从怡保来，见了一个当做发展商，消费税试行之前，他一年可以卖100间店，消费税试行过后，今年1月到10月。他只卖了几间店，今年只卖了2间店。GST 之前卖100间，现在卖2间。他说下个月开始要做什么？要开始裁员了，要开始裁员了，要请人家回家种番薯了。不是他罢了，我们马来西亚从来，你有听过吗？马来西亚的银行 CIMB Bank。那这这地地的 China India Melayu Bangali Bank 有听过吗？沙都马来西亚 China India Melayu Bangali Bank 刚刚宣布要关闭23间分行，你听好，银行要关门了。马来亚银行，马来西亚银行的大哥大老虎头，你的钱有没有放在老虎头银行 Maybank 有没有？Maybank 刚刚宣布要关闭27间分行，来马来西亚的电脑大厂 Dell Computer 昨天宣布要裁员3000人， Sony TV 宣布要从马来西亚撤退，关门大吉，关厂。各位，这个只是第一波的改变，下来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关，国际投资者对马来西亚根本没有信心，到时候我们大家就一起往废后往废后扫倒。各位，我们给了国政60年的机会，我们要换政府，下一届大选一定要换政府，对不对？配不配？坐在八楼
且一定换得到。过去我没有信心，最近我开始看到希望。第一，你看柔佛州是属于国政的堡垒，1957年到今天，过去反对党在柔佛州生吃鸡蛋讲鸡女，每天都是吃红鸡蛋，对不对？昨天柔佛州政治格局第一次历史改写，国政在柔佛州州议会失去了2/3多数票，这是一个破天荒的改变，对不对？没有了2/3，国政就不能为所欲为；没有了2/3，国政就不能够再修改柔佛州的宪法。这个是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从前我们华人支持在野党，马来人支持国政，所以我们改朝换代还没有成功。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过去只马来人只有安华Anwar Ibrahim bersama kita untuk melawan Barisan Nasional。安华一个人，他有影响马来人，但是不够多。一个人打不赢纳吉，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纳吉的师傅，纳吉的老板，千王之王老马马哈迪也加进来了，柔佛州的副首相穆希丁也加进来了。现在是3个打1个，穆希丁加马哈迪加安诺打一个纳吉，你说会不会赢？整个马来社会都在震动。过去我们3届大选，马全国有222个国会，要做政府就要有112个国会议席，对不对？国政在他赢了多少席？国政赢了134席，但是他赢的席位有44个席位，多数票没有超过500席，多数票没有超过500席。这一次我们不多，只要老马，我这炮比较有力，讲到麦克风关掉。这一次如果有5%的选票改变，国政会输掉44席，现在他有134，输掉44。他就只剩下90席，222席，国政只赢90席，还可以做政府吗？不能了，对不对？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巫统主席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领袖，他的前任主席阿基波，我们会在足够旁边旗舰很美的酒店把他送进去，告诉他你不用回来了。大家要不要看到阿健哥去苏麦布罗？要不要看到他的身材60的罗西玛也一起去苏麦布罗？要不要？要不要看到刘德华的弟弟刘德总啊，老大我的三龙老大总也一起去苏麦布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对不对？哎，各位，你不要以为小事哦。我已经在国会里面通，刚刚才提成了一个动议。马来西亚是全世界唯一的国家，请了奥地利来奥地利报，但是就把它成为官方机密法令，唰，不可以看。奥地利不可以看。如果要奥地利，为什么要变成官方机密？如果是官方机密，为什么要奥地利？对不对？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把 Auditor Report 拿来变成官方机密，只有马来西亚。为什么他把这个 Report 这个什么 Report 这么重要要变成官方机密呢？这个 Report 叫做 1MDB Satu Malaysia Dalam Bahaya。 这个 Report 为什么这么重要？不要给大家知道了，因为里面太多真相。我们的最高元首
随便跟你讲一下。第一，他们偷我们的钱，电视就是用你爸爸的钱去拍色情片、三级片。那三级片，马来西亚政府说太过色情、太过暴力，不能够上映。那片电影的名字就叫做《华尔街之狼》啊，他们人都不要做了，做狼 ，Wolf of Wall Street 啊，你没有看过，等下去外面翻翻再找一下看有没有，因为马来西亚政府说这个电影不能上映。这个电影拍是用多少钱？用1亿美金，马币4亿，偷完 MD 的钱去拍戏，拍三级片。去追女孩子啊，跟什么人？肥楼就用去追香港、台湾天后萧亚轩啊，漂啊，萧亚轩有没有？本来你们这边网络不知道有没有发达，等下叫周碧珠播给你们看。肥楼偷你爸爸的钱请萧亚轩吃饭，我们今晚一张票多少钱？有缘50块，50块，我们吃一餐500块，10个人对不对？那肥楼跟那个傻婆两个人在中东海滩吃一餐，马币400万，七八万。黄一飞说哪几万，我们几八万，你讲的怎么样？七八万，一滴稀啦，你懂对不对？啊，你不相信，在这里上网，萧亚轩、肥楼、老大头，你就看到那个影片，他们怎样吃饭，一餐吃400万。第三，那我偷我们的钱做什么？去找 Paris Hilton 啊，然后开香槟。开香槟不是拿来喝的，开香槟来冲凉啊！有没有听过拿来洗白白啊？洗前面、洗后面、洗上面、洗下面啊！一个晚上一瓶酒，你一支 customer 多少钱啊？这边 customer 卖多少钱？9块啊，11块，再扣划了啊，好不好？11块半啊！啊，你不知道不要骗啊，有喝就讲有喝了啊，11块半，他开一瓶酒400千啊，40万一支。你在巴罗他吐了你的钱，你都不知道偷钱卖酒冲凉找女拍三级片还不要紧吗？老板拿你的钱做什么？赌钱啊，赌博啊，在那里赌完个不是去躲在巴罗幼稚园里面慢慢赌啊，抓打你哦，好，5块、5块、50块、100，不是哦，也不是新加坡云顶，不是新加坡金沙湾，也不是澳门，因为那些赌场太小，赌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赌场在哪里？美国的拉斯维加斯，拉斯维加斯怎么赌啊？他找买这一个海带力的男主角 Leonardo DiCaprio 啊，有听过这个人没有？铁大尼号去拉斯维加斯赌钱，赌了多少天，在赌场里面没有回家，用你爸爸的钱来赌，5天5夜。3000万美金，这些都在美国司法部的文件里面，全世界都知道，只有马来西亚的人还在坐在那边等住钱给人家吃。我们人民现在就好像温水里面的青蛙，你把青蛙放在窝里面慢慢煮，你点火慢慢煮，水慢慢温暖的时候，那个青蛙开始很爽，对不对？哇，送了我派嘛，好像收纳一样，哦，很爽嘛。等那个水滚的时候，青蛙肚子转过来，吸了，吸条条，一按抓吸的五脏的血。那时候，如果我卖戏，我给都给吸了，因为已经太迟了。我卖戏，我们不要不给加拉马蒂，给他们打包不给挪威嘛，不给海外，给你隔离，不是巴西的，给他。
讲到周杰伦的时代，啊，统考文凭到今天还不受承认。
始反省，要换政府不对了，再这样下去的话，细落几条。所以308华的开始，不要马华，不要民政，因为被骗够了。我时常讲一句话，给各位，如果我们18岁了，今年我们如果18岁了，哦，有人跟你讲，小姐，你很美哦，哦，你可以做我的女朋友吗？可惜18岁吗？各位，如果你今年68岁，60年了，18加60应该是78。对，你今年如果78岁，还有人跟人讲，小姐你很美，你如果还相信他，你不是白痴，你就是无药可救。同样，1957年我们也活着骗，对吧？57年被骗，67年被骗，77年被骗，87年被骗，97年被骗，2007年被骗，你2008年还不行啊？终于要醒一次了，对不对？被捆被拆了，还拆了，对不对？对呀、啊，华人就是到308才开始有了政治醒觉，认为不可以再这样下去。到308到今天也不过是7年到8年的时间，所以各位，308换政府，没有人想要换政府，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时候根本都没有明年嘛，对吧？哦，5个州变天，当时马华一直吓华人，哎，怎么办？政府会乱哦，快点去买米油安利排队，哦，不然的话好像武夷山的呀，去抽我店啊，抢完所有媒体面，有没有？有啊，换了5个州啊，雪州变天，槟城变天，济南丹变天，哦，济打变天，丁家奴变天，这5个州换了政府，有乱吗？有乱吗？有没有乱？今天槟城乱没？雪兰莪乱没？没有乱，反而我看到的是槟城政府越来越有钱了、哦。从前哦，民政党的那个壁纸大大的徐子根做，他们做了50年，槟城的政府银行户口才4亿，现在叫林冠英去做，才管了8年，算盘很会打，乒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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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会算哦，又会帮你们省钱，又没有出钱，所以现在槟城政府从前拿到过来的时候只有4亿，现在储备金有12亿，增加了380%啊！雪兰莪州政府，雪兰莪从前那个谁做啊？他的名字叫多佑，多佑知道吗？什么叫多佑？马来人讲多佑就是偷钱的小鬼，一个韩都人住一堆，又拿了多佑，多佑对不对？给多佑，给多佑做的时候，雪兰莪这么有钱的地方，我在执政50年，银行户口只有6亿罢了，6亿。昨天我联络雪州大臣阿斯宾阿利，我问他，他说书记，现在你们的银行有多少钱？他跟我讲，外币不好意思啦，不是很多，41亿罢了。我再做50年，存6亿。反对党上台做8年，现在有41亿。你以为我们会变魔晶？不是。你以为会变魔术？不是。是因为反对党比国政廉洁，我们不吃钱就有钱，人民就有钱分，我们才省得大家摇钱翻、摇水翻，对不对？所以槟城做得到，雪州做得到，来届大选，我们也让刘振东率领的红不走火箭一样做得到，好不好？很简单，我们给了国政60年，给了马华民政60年，我问大家。1957年一次那些了吗？1967年又次那些了吗？1977年又次那些了吗？1987年又次那些了吗？1997年又次那些了吗？2007年还是次那些了吗？朋友，吃了50年那些了吗？你肯定有三高：高胆固醇、高血压、高肾脏病，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换一下胃口？要吃那些了吗？是胃绞痛啊！哦。这一下八不跌了，一样的，我们可以给国政60年，为什么不能够给反对党5年？给反对党上台，如果做得好，好像槟城、雪兰莪继续支持；做不好，民主国家、人民大家一样可以把反对党拉下来，选国政重新上台，让人民的力量决定谁主王朝，为民请命，好不好？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换政府，除非你是共产党，除非你是共产党。
射到你家门口，对不对？因为那是共产党嘛，它是一党专政。可是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改朝换代是家常便饭，先进的民主国家更加有两限制。今天下个月美国要选新总统了啊，一边是女人希拉里，一边是男人，男人女人不重要，最重要是他们一个代表民主党，一个代表共和党，共和党做得好就选共和党上台拉民主党下，民主党上台共和党下，朝野轮换，两限制互相竞争。美国就是因为这样，现在到今天还可以成为全世界超级强国，中国追他追了几十年还是追不上，美国还是世界第一强国，因为人家的制度的关系。我们马来西亚人不够聪明，我们要做精明的选民。你给国政做了六十年，尤其罗福州是时候换一下，换一下，你叫刘振东上去做，刘振东做得好你继续支持他，做不好2022年2023年把刘振东拉下来啊，换上选国政，这样两个阵线都要拼命做得好，最大的赢家就是巴洛的人民，对不对？所以这边只剩103票，既然下一届大选我们不要赢多，我们只要赢301票就够了，大家帮帮忙啊，103转过来变成301啊，好不好？那火箭在这边赢301票，可以吗？我也很有信心，所以各位讲到最后，我告诉大家，行动党在马来西亚已经斗争了50年，1966年创党至今2016年，行动党为了公益、公平、公正，不断的牺牲，不断的付出。当年国政政府要铲平华人的马六甲山宝山，是谁发起千里宝山行，保住三宝山？是行动党，对不对？当年国政政府要派一位华文的老师到华侨去支教，要使华侨变质，是谁举行万人群众大会反对到底？是行动党。当年是谁要推行种族不打政、同化政策，要把我们好像印尼、泰国一样，不能姓郑，不能姓陈，不能姓李，要变成阿里安诺，要变成苏甘诺，要变成哦这个布迪，对不对？是谁站出来反对同化政策？是行动党。50年来，我们的领袖坐牢的坐牢，吃咖喱饭的吃咖喱饭，现在连做首席部长还要可能做第三次坐牢。林冠英已经坐了2次牢，每一次都是为了人民，这一次可能还要坐第三次牢，也是被人家问到你问高雷，问都叫问高雷，好像安华这样。所以各位，做参加行动党是要牺牲，要付出。我们不怕牺牲，我们也不怕付出，但是我们需要你们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当我们牺牲的时候，至少让我们看到有希望，这个国家有前途。我们一起爱拼这样，好不好？所以我相信巴罗来届大选将是关键性的选举。今天国政已经失去了3分了，在罗福州我们只需要再赢多10席，罗福州政府就可以变天。当槟城、雪州有成绩看的时候，请大家给反对党在罗福州一个机会，因为只有罗福州改变，我们才有可能在中央政府看到改朝换代的希望。罗福州不改变，其他的州做到半死，霹雳州做到半死也没有用，因为罗福州就是整个马来西亚改革改变的火车头。这里有56个州议席，23个国会，是举足轻重的州属。你们是造王者，你们是创造历史的选民，所以明年。